那有一朋友，我今天下午特别出来开记者会，当然我知道早上在委员会的一些发言引起一些风波。首先我要表明的就是说，0403花莲大地震是国人的伤痛，不只是花莲的伤痛。那我们党团马上全都捐了100万。但是呢，我现在今天要表示的就是说，只要我大家认为我今天早上所发言的有引起大家误解以及不舒服，本人在这里郑重地表示抱歉。那为什么我要把事情讲清楚？当然说话引起的误解不够精准，本人就应该道歉。这是我认为一向都是如此。那我们要还原事实真相，也就是说大家都知道国会改革是本会席重中之重，各党都会提版本，但是我们民党版本比较很不为，我希望大家能够并案审查，一起来好好审查，好好讨论，因为这攸关的整个法案内容会影响到整个宪政体制的问题。所以当我看到吴宗宪委员一排上法案的时候，我就一直打电话给吴宗宪委员，那我也要马上审进入逐条，应该公开公听会。那吴宗宪委员非常纠葛，也非常焦虑，他一直跟我讲说，你去找我们副总招。我说你要多排公听会以后，然后好好讨论，就在旁边好好发言，然后让这个法案在立法里面能够经得起讨论，经得起辩论，这才是民主程序，因为这个非常重大。那我了解吴宗宪委的无奈，他说你赶快跟我们总召讲。但是呢，从那以后将近十天，七八天左右，副总召就不接听我的电话，这是事实。叫傅昆萁把他的手机拿出来，甚至我传简讯说请市电、请回电、请市电，他置之不理，而且还一样可以到处炫耀，说我传简讯给他，拜托了，他不接我，只有电话。所以这个事情原委是就是这样。所以当吴宗宪委员后来还有专案报告。那我专案报告和公听会是不一样，那但是呢，我们知道他后来排了专案报告以后，在4月3号当天早上举行公听会，下午就要进入逐条。我再打电话给吴宗宪委都买了，那刚好发生大地震，我说已经大地震了，那我想大家问起委员也应该回去去才对，而且全国震惊，我们在这里进入逐条不好好审议，这可能会可能有所不妥。吴宗宪委员还是讲，你赶快找副总召，找副总召。于是下午的时候，到了中午报告员，他终于接电话，第一次接电话，然后副总召。花莲发生这么大事情，你理当回去吧。那下午的这个进入逐条，应该延后再处理。我们找时间，大家能够好好开公听会，好好审查。大家也看到了，他还勉强答应。那因为不答应也不行，因为他必须回去嘛，回去他们少一票，还是跟那个谁都会输给输，他们都会输的。跟他的招委，所以我们还安排内政部部长用直升机带他回去。这个事情始末就是如此。但是今天早上发生什么事情呢？我为什么会讲一些话呢？就是说，整个国会改革，国民党一路强压，全部没收。所以我们今天早上开了记者会，国民党
又没收了委员会，这何其重大甚大。以后找任何委员会要开，我们能同意才能够开，不同意就给没收，就给散会掉。这是台湾民主吗？委员会中心主义在哪里？黄国昌以后为什么不讲话？要为虎作伥呢？所以早上又开了，我知道国民党已经在上礼拜五，因为他们版本在四月十五号强行出委员会，大家也知道四月十五号的情形，也就根本不给你主角讨论。然后我是想来说，我们已经给你大家讨论了，这个是宪法权益是他们恩赐的吗？那个版本这么多，国民党版本也有相互相看的地方，应该来好好讨论。况且我们的版本我们已经写好了，只是差一天而已。但是呢，他知道就让差那一天，他要把你丢包，不让你审议，因为他有他的政治目的。他们赶在五二零以前要三读通过，所以四月十五号出委员会以后一个月，五月十七号就可以在院会表决。后来我们看到郭文琪带了这个礼物到大陆去了，这个是非常恶质的。那整个过程中，接下来我们排的时候，四月十八号换我们排，四月二十号、二十五号三天都是我们排的，都是遭受到三位东西的处置，马上被上位掉。甚至四月十八号我们委员会排我们版本的委员会，他也把你没收掉。今天早上也是一样，东那边招委排的是民党的版本，是和国会直接行使法另外一部分，是立法委员行为法以及议事规则，这两个是可以讨论的，因为没有政治冲突的，即便有不同意见，也可以来委员会大家来讨论，甚至还有朝野协商。但是他今天为什么连这个委员会也要给没收？因为这里面有立法委员行为法，牵涉到副主席，里面有关于那个换议委员的民主条款，牵涉到副主席。然后呢，这里面有关于利益冲突的问题。啊，利益冲突不是黄国昌讲说要好好的处理，当年说要好好处理，加强利益冲突法规范吗？那今天黄国昌为什么要接起了呢？所以今天早上，所有的行为法里面还有关于利益冲突的规定的范围，到底到哪有范围？利益冲突要如何要重新规范？因为这是一个很严肃的事情，包括参加秘密会议的人要去大陆，应该如何好好规范？这个在正常不过的法案，他照常给你上位。所以在整个过程中，我们一起发言，用程序委员会一直发言，他发言到最后根本不让你进入主条，就散会动议。所以在刚才我们开过记者会，会后我们马上开记者会，我们题目是怎么写？没收委员会，国民党二法没收委员会，但是没有办法没收台人的民心以及民意，民意会反扑的，这是我们的宗旨在这里。所以在整个早上委员会开会的时候，我不断上台讲话，我说你不能这样搞，不能毁宪乱政，没收委员会，没收民主，这是造成台湾香港不会香港化，这是何其慎重的事情。你不能一直毁宪乱政，仗着你们人事多数，然后一路盖牌。上礼拜五我们版本抽出金额的兵来协商，他也把你挡住了。所有的过去没有发生过的事情，没收委员会，然后有的版本来不及就进二组兵来协商，他全部给你挡住。他们的如意算盘是什么？他们如意算盘就是说，五月十七号还要很啊就。要表决，你会发言的时候，他就可以停止发言，一路表决过去。
我们也看到本来要去太平岛的国民党那一团也突然反抗，因为他5月16号5月17号万一赶不回来的时候，他们整个阴谋就破掉，所以这是很清楚的一件事情。我们今天在这里要重申，请国民党不要再好动网军，请国民党朱主席你们自己要清楚，用抹黑然后做政治操作是没有用的，台湾人民不会让你轻易的把国会没收的。再次重申，本人假如有发言不够精准或引起误解的地方表示道歉，请你们不必再抹黑攻击。我的原意就是说，因为那天没有开，我以为那到底后面我们有机会再好好开公听会，好，因为接下来是中嘉宾嘛，开公听会，然后好好审查。也许我误判国民党是会有点良心的，我误判国民党对于国会改革他们会好好讨论，但是也不用讲是误判，我是期待能够有这样的讨论的空间，但是呢，这块的事情。就一直发生在大家眼前，这是今天我要讲的重点。我希望整个国家的民主好不容易建立起来了，你把民主没收了，把国会没收了，没收了一切，没收委员会，没收兵案审查，甚至罗志祥也讲说要没收麦克风。你想台湾的民主是这样的吗？几十年来，多少人牺牲奉献？家破人亡，建立了华人世界最傲人的民主国家，毁于旦夕。这是今天的国会，而且会越来越严重，没有最严重，只有越来越严重。后面还有国民党还会出很多招，啊！所以在今天在这个地方再次呼吁，国民党没有办法弄生民意，你没有办法。陌生民心的，民意会反扑的，以上。够清楚吧？还有李建礼。总召，因为您很清楚的讲说是老天有眼让华人地震，那这句话的话，他应该也没有什么误解的空间吧？那就是字面上的意思。我怎么讲？就是我讲的老天有眼。我想老天有眼，就发现地震，让我们国会改革的法案能够再往后再拖掉，往后处理，能够找到好好开公听、好好审查的机会点，就是这样而已。所以，请不要误解，也不要抹黑攻击。但是我还是一样的，你们要做这样的连结，这样的误解不舒服，我也认得，我就道歉。我的原因非常清楚，啊，我认为那天没有审，可能我有机会之窗可以好好来审。那接下来就是中嘉宾要开公听会，接下来就5月15号，就是4月15号那天嘛，啊，所以原因就是如此，啊，就请不要抹黑攻击做不当连结，我还是一样的，你们故意要抹黑攻击的话，啊，不要做不当连结。引起大家不舒服，我也认了，就道歉，应该很清楚吧？还有，念了吧？哈。总召，你怎么看说最近看起来这个朝野对峙的氛围有升高？那党内好像也流行，如果再不执政以后，恐怕会变成弱国会强行政，甚至会连带影响整个民进党的声势。我那天去参加策立营，我就讲过，各位能够有机会来加入国家改革工程，让我们一起来为国家努力。但是此时此刻是一个最严厉的挑战的时候，因为国会以前已经不是以前的国会，国民党和民众党党被围歼，占的国会都是他可以无所不用其极，然后破坏现任体制。甚至很多法案都会给你加码，真的很多法案让你很困难。比如说，
上礼拜五的电业法啊，直接抽出金额股。你即便要讨论电业法，那这个如何审议，电价应该怎么样，能源政策，你是要在委员会里面好好审。这个有还有电价审议委员会，这都很专业的。难道国会可以决定一切吗？国会还有他已经抽出金额股，就代表让你没有讨论的空间，一个月以后就该表决掉，就是这种强行阿巴的行为嘛，还敢就是说这个分秒必争？请问，既然已经没有涨价的话，那就是台电破产了，不然就政府要拿钱出来补贴嘛，还是全民买单嘛？那我们可以忍受现在目前电价不合理重开，我们现在的电价是赚钱的企业，我们还在补贴，这合理吗？所以在这边要讲的就是说，他用这些手段，要完全用国会过半的行为，完全让你没有讨论空间。然后啊，甲方就是说，提系民间，根本就是一个错误的逻辑，而且非常恶质的。这种行为太多了。他在委执行委员也可以档案，在院委也可以档案。然后他不断的抽出金额图，包括礼拜五的政教法的修正案，也要抽出金额图，包括明代自己条例的有四十几个版本，他也要抽出金额图。为什么？他是抽出国民党和民众党还有王宏伟的案子，把四十几个案子丢包，包括院版这个礼拜要复委，全部丢包，他们抢在前面金额图。那一个月以后就表决，让后面的版本完全不能审议，然后来收获这个，就是如此而已啊。这时候那个委员会干脆会出了，以后所有法案都经过读，然后用他们国会多数，那形式上的协商以后就表决，这国会完全失能了，国会根本没有办法践行民主程序，这么他如意算盘，大家都看得懂。我也请台湾人民大家看得懂，这是我们的国会。还有，没有啊？好，谢谢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